上面有任何的疏失，我负责嘛。那现在就是没有，你认为有没有疏失？那你认为在中间如果从追问谁造成疫情破口，陈时中几度发火，疫苗采购预算同样疑点重重。以欧美采购价格计算 ，AZ 单价每剂约台币120元，莫德纳则是500块上下，辉瑞 BNT 约600元，只需打一剂的交生则是300块左右。但国产疫苗连第三期都没做，单价竟然高于已经被认证的国际疫苗，每剂至少750元起跳。疫苗的单价以前是编750块，国产疫苗高于这个，低于这个，总可以讲吧？编的了哈，都比那个要高一点。它的价格都比国外疫苗来得高，是不是有点吃定政府的意味？哎，那倒没有，那有高有低。国际疫苗买不到，但陈时中大爆料，原本台湾有机会代工疫苗，但我们自己拒绝掉。不是我们不愿意了哈，对，有，但一方面也有人不太喜欢这样子。那另外一方面，他要求的量，我们的好能够自帮忙代工1亿剂，好，那他们希望说能够至少3亿剂起跳。那这个我们觉得有困难，那样的一个量，对我们来讲，这个太过于沉重了一点。若当时代工，台湾现在哪会缺疫苗？但陈时中云淡风轻说，手中还有新方案，想代工莫德纳疫苗。经过中研院现在来跟我们报告，他们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开始有发展这 mRNA 的能力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开始想要跟莫德纳展开这样的一个谈判。过去政府几度保证买了千万剂疫苗，最后全部跳票，如今抛出代工莫德纳，就怕又只是说说而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